是从哪来的呢？大家可能会想到，是不是就是从自来水啊水龙头里拿过来的？那其实也对，也不对。那自来水的水是从哪来的呢？那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从土里、河里、河里，或者说下里，河里面的水。其实这些都不太准确，因为我们自来水的水源其实是有一个不太标准的，它一般分为地表水和地下水。地表水的话，其实它是河里的、河内的，但是它都没有国家标准的。比如说，北京的自来水的水源就是今年内有水库，就是运河以及超大河。但是地表水其实不是一般的农业都是。地下水的我们土壤以及都有一个膨化去土壤上的作用，并借了碳和沙子的沙菌，最后通过白蜡进入我们的这个金刚暗色，然后从自来水中可以获得我们的喝的水。传统的自来水的处理工艺，主要有高效的净水。